了。哎呀，好歹那是个家呀，压在那儿咱不舍得走啊。妈，咱娘俩都真正在一起的地方才是咱们的家呀。鞋哪国产的知道不？是啥牌子知道不？卖多少钱一双知道不？平时的保养步骤你知道不？你给我擦鞋我还嫌你脏呢。哎，这咋整啊，我老婆子眼神是真不好啊。对不起对不起啦。出门不带钱可以，不长眼可不行啊。但是我看你是真瞎啊。这么地吧，眼神不好是吧？行，拿着这棍儿过学一段瞎子，学好了这事儿就算了。怎么了？这么大的动静！没事，妈，
几个朋友做个游戏打气呢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咱可不能惹事儿啊。放心吧，红哥，今天玩的不尽兴，晚上10点三合聚，咱俩再约一约。好，到时候我等你，你可别失约啊。哼。这是我儿子在城里的地址，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我合计着过来看看他，怎么也找不着，这打电话又没人接。洪文礼，您这是？这是我儿子。洪文礼，太巧了，我是洪哥的朋友，走，我送您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没事，阿姨。阿姨，咱俩给你拍个照片，省得让红哥惦记。好好好。喂，红哥，你猜我看见谁了？哎，别动怒，看一下微信。还可口吗？放我走！怎么，我儿子他没来啊？他安排我请您吃个饭，马上就到。真是好福气啊。那大红啥时候想，真想着你当一个干儿子啊。干我吧，报儿子，你这是？你别吱声，妈跟我玩阴的时候今天把我妈放了，啥事儿没有，不然你知道什么后果吗？放人？你什么意思呀？阿姨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这么说话，我不明白啊。你别吱声，妈跟我玩阴的时候今天把我妈放了，啥事儿没有。人家对我比你这个亲儿子对我都好。给我上！禽兽出来，危害一方，我必须得管。你别吱声，妈跟我玩阴的时候今天把我妈放了，啥事儿没有，不然你知道什么后果吗？放人？
你什么意思呀？阿姨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这么说话，我不明白。我上！臭小子，是不是想气死我？我气你，你气我？你说说你，你没事在老家待着呗，跑城里来干啥？平时我少给你打钱了吗？是不是成心我找不痛快？大红啊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些年你关心过我吗？你问过我身体咋样吗？你问过我在老家一个人闷不闷？你问过我想不想你这个亲儿子？这马上这一年又过去了，明年咱房子要动迁，我合计着来城里跟你商量商量啊。你之前你说你搞项目缺钱，妈合计着不行，咱们就把这个房子先卖了吧，给你搞项目用。我怎么就给你添乱了？我要的是儿子，不是财神爷。多学学这位朋友吧，人家对我比你这个亲儿子对我都好。好啊，他好，他好，你是他的儿子。自己亲妈不要了啊？我家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咱俩的账还没算完呢。你家的事儿跟我没关系，但是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管，那叫禽兽不如。禽兽出来危害一方，我必须得管。怎么的，大哥说话怎么停了？上啊，上啊！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尊敬的人，还想声望能有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？妈，对不起，妈。你家的事儿跟我没关系，但是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管，那叫禽兽不如。禽兽出来危害一方，我必须得管。行啊，咱就亲仇旧仇一起算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怎么的，大哥说话怎么停了？上啊，上啊！你们这群白眼狼，平时大哥是怎么教你们的？因为他们平时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大哥是这样一个人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就算我不知道他是你母亲，我也会帮他。谁家没有父母，谁家没有长辈，尊敬别人就是尊敬自己。一个连自己都不尊敬的人，你还指望谁能给你面子？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尊敬的人，还想奢望能有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？阿姨，谢谢你，我错了。不用问，